必须这样做。如果不除掉血龙，龙纹的伤害最后会超过人类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。每个人会死。醒了，这应该不是对待救命恩人的态度吧？当然，如果不是我，你现在应该已经是那群野狼的雪龙节特餐了。想起来了，那还不把你的匕首收起来。莫毅，外面这么大的风雪，你身上还有伤，要去哪里？你的命是我救回来的，也不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吧？手段，指的是你一点都不怕冷这件事。先别急着否认，我也不是冒犯的意思，只是我发现你的时候，你虽然受了点皮外伤，气息也不稳，不过体温却如常，而且关个窗户而已，这窗户都开了这么久，你却完全察觉不到，也丝毫不觉得冷。我想答案应该很明显了。你在害怕我？放心，如果我想对你不利，
早在遇到你的时候就可以下手。的确，是我欠缺考虑。我为什么要怕你？原来你在介意这个。其实那些害怕你的人，他们怕的并不是你本身，而是他们自己的无知。他们厌恶你，其实是在厌恶面对未知事物时束手无策的自己。不做什么，我住在这里。你很好奇我为什么住在这里？看来这才是你真正想问的。你想知道，一点小伤罢了。发现你的时候，狼群突然折返，所以费了点功夫。不过还好你送了我这个草药，想知道答案的话就帮我一个忙吧。伤在肩膀上，我不太好处理，能麻烦你帮我上个药吗？我本来是想自己处理的，只是被突然打断了。啊，你这是在以怨报德吗？你这是。那个人是谁？也是。
毕竟你什么都要靠自己，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忘了也罢。心急，不如我直接回答你真正关心的问题吧。雪龙在哪里？你之所以不怕冷，就是受到雪龙的影响。冰绝非冰，如龙之作的权柄。雪不是雪，是龙之敌的鲜血。他是控制冰雪的龙，而不怕冷，正是他的力量还残留在你体内带来的副作用。我是什么人，对你来说并不重要。寒冷对人类身体带来的伤害不容小觑，而你现在这样，都是以燃烧你生命为代价。如果不杀了他，你应该撑不到下一个雪龙节。我是知道，可是你杀不了他，只会白白送死。如果我怕你会对我不利，我就不会救你。有意思。
解释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该用什么理由才能开脱我刚刚的行为。如果能就这样被你杀了，或许也是不错的结局。是啊，我就是疯了。我刚刚的样子难道不像个疯子吗？你一直都很好奇我为什么那么了解雪龙，对吧？理由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我和你一样，我也受到雪龙的影响，只不过我背负的是一种诅咒。诅咒发作的时候，我会像刚刚那样变得暴虐狂躁，杀掉我身边的所有人。我说了，你就会信吗？何况谁也不想主动把自己软弱的一面袒露人前吧。你也是因为被我发现，所以才没有继续隐瞒。这一点，我们是一样的。可是那是龙，一种远超于人类的存在，仅仅是残留在我们体内的力量，就足以要我们的命。很抱歉，我的答案是，我必须做到。人要屠龙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住在这里这么久，总要有一点赖以生存的本事。那你想知道什么？我在森林里的生活没什么有趣的，大部分时间都只有我一个人而已。不算很大，空荡荡的，还很冷清。那你是怎么受到雪龙影响，还记得吗？你看过雪龙，所以你确定它存在。
这边，这边。没关系啦，我们找到莱比就赶快离开，我爸爸不会发现。嗯，好，不过你也不要走太远，今天可是有爸爸的拿手好菜鹰嘴豆汤，你走太远来不及赶回去，我就要自己全都喝掉。那个小女孩就是你。所以，你一直记得是雪龙攻击了你，也是因此被他影响，肩上才出现龙纹。毕竟那时候雪龙是守护人类的神奇，他们没有亲眼看到，自然不会相信一个孩子的话。我信你。那你相信我吗？你就不怕你还没见到雪龙，就先被失去理智的我杀了？的确不排除这种可能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，明天就可以赶到我家。主人，您真的要这么做吗？
主人，傲姐劝您再想想。不用再说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这一切都早已在我梦中出现过，这代表什么？你很清楚。就算是命中注定，不抗争就放弃，那与自杀有什么不同？奥吉尔，必须这样做。如果不除掉已被污染的血龙，龙纹的伤害，最后会超过人类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。那个人会死的。那主人您呢？您也会？奥吉尔，那对我来说不是结束，是解脱。现在的我还有力量控制，不过这都是暂时的。主人，我已经看见了，和他重逢的那一天已经快到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真不希望我是以现在这一副面容去见他。好在他已经完全忘了，否则这还真狼狈。是你，是你，对吗？是你啊。怎么了？雪小一点了，我们现在走吧。没错，我是雪龙的眷属，
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奇妙的世界，虽然这对于只能生活在地面的人类来说已经超出认知，毕竟他们的高度决定了看待事物的角度，而自身的弱小又助长了这种浅薄。就像没有人看过真正的龙，所以只能拿现有的常识去笼统的概括。不过我的家族并不这么觉得，他们在恐惧中嗅到利益，于是与龙签订契约，成为相互利用的关系。人成为龙的眷属，作为龙在人类中的耳目生活，因此得到数不尽的财富和权柄。而人需要付出的，则是背负一个诅咒。龙为了控制狡猾的人类，用着如同烙印一样的东西，把他们变成掌中无力反抗的蝼蚁。签订契约的人大概从未觉得这有什么不好，于是没有留下任何反悔的余地。而雪龙自然也不会轻易舍弃自己的玩具吧。我是雪龙，
还不确定，再这样一下。雪龙被镇压他的黑暗之气所侵蚀，渐渐失去神智，大多时间都已经认不出我是他的眷属。所以当他发现有陌生气息出现在城堡里，就来袭击我们，也算是一种警告。这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，我身为雪龙的眷属，没办法做出攻击他的行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人龙力量悬殊，你跟雪龙正面交锋过，对此应该有很清晰的认知。想要杀龙，只有一击致命的机会，所以我们需要绝妙的时间和地点。雪龙节就是绝妙的时机，这不仅是雪龙的生日，他还会在这个月换取全身的鳞片。而最重要的是，他心口处的鳞片是在月末时更换。对，你不是已经尝试过了吗？他现在的鳞片非常坚硬，一般的武器根本就无法击穿。想要伤到他，只能用属于他的力量。我会教你一句咒语，让你能够自如运用体内雪龙的力量，直到能凭空画出一道冰刃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有伤到他的可能。除了这个，你还必须要拥有一样东西，一颗坚定的杀心。你不能退缩，一步也不可以。不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你的身边是空无一人，还是有与你并肩作战的同伴，你都必须紧握你手里的刀，就像这样。你要毫不犹豫。你觉得呢？为什么要问我？你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？既然这样，那我究竟是谁？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？是又怎样？你会杀了我吗？你要杀了我吗？杀了我，你才能活下去。杀了我，你才不会被所有人排挤敌视。杀了我，你才可以过正常普通的生活。动手啊，杀了我。
不能不知道。我们说过，你不能犹豫。这就是你犹豫的代价。雪停了，要不要过来看看黄昏？已经好久没有看过这样的黄昏了。是做噩梦了吗？看你的头发。是个美梦，你怎么还满头大汗？啊，原来是这样，那只是个梦而已。啊，我问你，杀掉雪龙，你变成普通人之后，你想要去做什么？想要回到霍普村吗？这样啊，那也很好，你本来就属于更广阔的天地。如果一切能顺利的话，我应该会去自己很想去的地方。你想问的真的是这个吗？你花费多少心血和努力才终于走到现在？退一步是万丈深渊，进一步才有天空海阔。就是现在，是我。
如果我说这一切都早已注定了，你会相信吗？不相信也没关系，只差这最后一步就要结束了，一切都会过去。听话，不要动。是，我们见过，只是你忘了。不过，不是什么愉快的回忆，忘了也好。没有别的办法，这早已注定。记得吗？你问我等到雪龙死后我想去哪里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可以和你拥抱的这个瞬间。太阳要出来了，等到雪停，就不准再哭了。是他杀了雪龙，雪停了，太阳出来了。英雄啊，为我们结束灾难的英雄啊！奥吉尔，我又做梦了。主人，又是那个预知梦吗？我记得您之前梦见，将来您会被黑暗之气逐渐侵蚀，成为暴虐且没有理智的魔龙。是不是现在梦到解决之法？算是吧。您每次提到这件事，都是这样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，还不如我这个眷属心结。如果你像我一样，早早就知道命运已经做好所有安排，就知道心急也没用。可是我不是您，您就别卖关子。预知梦里究竟怎么说？一个女孩。什么女孩？一个小时候有点顽皮的女孩。奥吉尔，您现在知道痛了，刚刚救人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后果？如果我不出手，他就要掉下悬崖了，一时也想不了那么多。
那您没有忘了修改他的记忆吧？他现在只会记得是雪龙袭击了他，而且我留在他体内的力量会随着他的长大慢慢强化，总有一天会指引他来找到我。要是您没落得这么狼狈，计划倒是很成功。不然我也帮伤口吹吹气，像您刚做的那样。我自己来。他真的会按照梦里所说前来找您吗？那不是梦，而是到时候我留在他体内的力量赋予他的能力，他可以回溯我存在过的所有时空。虽然他以为是梦，不过其实那比梦真实多了。我想他一定会有所触动，而且我的血就是这种能力最好的发动媒介。主人，主人。主人，意志侵蚀一定还有别的办法，您别一意孤行啊。我已经看过了，拔掉被侵蚀的鳞片是最有效的办法。可是奥吉尔，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我才能撑到再遇见他的那天。第一次虽然很痛苦，不过久了就好了。主人，他会回溯到我存在的所有时空，我不想被他看到我狼狈的样子，所以我一定要尽早习惯。奥吉尔，我又看到他了，他和我一起生活在这个城堡里，那是在你死后我第一次觉得这座城堡没有那么空寂。主人，我……奥吉尔，你走吧，否则你就会按照我预知的那样，最终在我失去理智的时候被我所杀。主人，我不能走，你说过您的预知是无法改变的，就算我走，我的命运也已经注定了。可是既然您要走这条必死之路，至少让作为眷属的我为您先行探路吧。没想到您还会为他再受一次伤。故意受伤是最容易获得他信任的方法，他经历那么多，有戒心也很正常。到那时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必须用最快的办法达成目的。而且您还非常周到地把自己的血液换成和我们人类一样的颜色。想当年我第一次帮您包扎伤口的时候，可是吓了一跳，没想到会有不需要帮您的一天。说到这个，我还是希望你能离开，不要留在我身边。主人，您预知中的奥吉尔已经替我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，请您成全我。好吧，不过你要知道你的去留都是自由的。我明白。主人，再跟我分享和那位小姐有关的事情吧，您提到她的时候心情会好一点。
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你身上有我的力量，虽然看不见，却能隐隐约约感受到你的存在。我想，此刻的你，一定哭了吧？如果不是我，你会过着更平静的生活。可惜，冥冥之中有股力量，非要把我们的命运紧紧缠在一起。我知道你不会怪我，不过你也不要自责。我说过的，被你杀死，对我来说是不错的结局。太阳要下山了，这一天就要过去了。真奇怪，明明我们还没相遇，这却已经是我们最后一面。安娜，你慢一点。乔纳森，这边这边，你再不快点，那只兔子就要跑掉了。说不定它是被雪龙抓走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世界才没有雪龙呢，那都是大人编出来吓唬你这种胆小鬼的。哼，我才不是胆小鬼。哎，你等等我啊！你来了。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在无数的时光回溯里找到这里。这是我第一次梦到你之后，运用自己的力量幻化出来的。我梦到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前的事情，你孤身一人，身影单薄。那个时候我不能帮你，便想制作一件披风，就算我不在了，它也能为你遮风避雨。不过，你已经成为一个不需要任何庇护的人，或许这样更好吧。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，在没遇到你之前，它算是一种陪伴。遇到你之后，我也会时常保养它。不过我希望我永远不会用到它。我已经受到了侵蚀，这是第一枚被污染的鳞片。昨夜我拔下它之后，预感到后来的你会透过回溯能力找到这里。我想你一定有很多问题要问我，而这枚鳞片就是一切的开始。
我当然挣扎过，不过后来就坦然了。天平的另一端放着的是你的性命，更何况就算我拔掉被污染的鳞片堆满这整座城堡，也不能阻止我双手沾满鲜血，那样的结局只会更加丑陋，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。是啊，你很了解我，不然又怎么会在那么多时空中找到这里？过去与未来彼此纠缠，相互依赖，所以现在的我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那么无论时间怎么更迭，我都会在这里等待，出现在你的未来之中。这怎么会是告别？这是我的承诺，只要你想见我，我就会在这里等你，只要你不遗忘，这一刻就是永远。